请来的训犬师被狗训了。我家的拆迁终于请到家教了。哎、这不拆家吗？咬人有训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别怕别怕，我给他抱起来，不训他不训他。不是不是，我都不是说怕，是吧？咬人得加尖叫叫喊、哎哎。主人别动，不管你、啊，就说他越兴奋。哎，能搞定没事。哎，说。确定光彩家不咬人啊？对对对，还有随地大小便的问题。好，等，等。哎，你别往后上了。哎呀，老师，要不拿屋刷去吧？没事，收拾一下就。呸呸。Three hours later。哎，好，换手。哎，好狗，好狗，来来来，上上上。哎，上来，哎来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这种狗吧，咱首先让它学会控制欲望。等，好好好，等。哎呦我操！不用不用不用！哎呦我真有劲，副科都给我崩了，真他妈有劲！来、哎，行，今天咱先到这儿吧，他们情况我都了解差不多了。我回去做个计划，然后明天咱再继续。啊，不用动！哎。